今天我就帶了 Kev 來到銅鑼灣的 A Nice Place to 欣平17這裡。 Kev 覺得這個空間怎樣呢？很舒服啊，其實一進來我覺得又好像去了台灣。小休片刻呢就是讓大家休息一下的。你上次休息是什麼時候？是早幾天沖手沖咖啡，然後靜靜地坐在這裡看書喝咖啡，我就覺得這個時間是我最休息的時間，整個人會突然之間平靜了的。這樣好像你是會喝黑咖啡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會啊，因為我覺得手沖咖啡它本身有一陣香味，如果加了奶的話就好像蓋了它那陣香味，所以如果是手沖的話我就會喝黑咖啡。糖呢？不漏的？不漏，它是甜的。其實我今次是不是豆的問題？是啊，是啊，就是去到甜那麼嚴重嗎？會咖啡豆都有分淺培、中培、深培，深培就是可能最苦那些，但是淺培、中培那些它是會有一點帶酸和有點回甘的甜的。最近對我來說休息的時間就真的站在個廚房那裡慢慢切一些東西，慢慢煮一些東西，你的手不可以碰部電話，很專心地完成一件事。其實那個感覺是我明白啊，真的你突然之間離開了你的工作，做一些不關你工作事的事，你是會突然之間很平靜。現在將唱歌變成了你的職業的時候，你覺得還有沒有那個休息的感覺呢？當我在唱其他人的歌或者我在聽其他人的歌的時候呢，都依然會很放鬆的。如果你真的很投入去聽裡面的意境，聽裡面的歌詞，你會覺得自己好像聽緊一個故事咁咯。最近好中意你呀你呀，第一次聽嘅時候已經覺得好舒服啦。我覺得呢首歌好春天啊。貪睡的人聽個名字都是很悠閒感覺的一首歌來的。是啊，這首歌是我想講賴床咯，出了如何從夏天活過來啦，咁見到是夏天的歌，咁後屘再出小紅迷路了的時候，我就發現咦其實都幾秋天喎，係加翻個季節都得意。係啊，跟住我就諗咗四季的歌啊，咁樣咁跟住就去到冬天啦，咁但我哋想黐住個被窩啦，所以冬天就成日都會賴床。咁所以呢首歌就用一個好想賴床嗰種好懶洋洋嘅情緒咧去寫嘅。懶吧懶吧，床褥漸漸軟滑，不用選擇如乏力就放心閉起眼，有紅梅蒸發，我可以比每朵雪更悠閒，散就散在漂亮被單。Kev 今天還有一首歌跟大家分享的，這首歌叫做《剎那的烏托邦》，因為我覺得這首歌很平靜，而且它的 melody 很打得入人心的，所以我很喜歡這首歌。太光了讓我歸於暗光中，太黑了讓我歸於暖黑裡，就算傷痛滿心又如何，有些美好能换过躯壳，能再有过知觉，又再归于十月怀胎中的快乐。城内雨觉得迷茫，沿路雨爱中迷藏，今
今天我們來這個地方叫做 A Nice Place To， 其實呢 To 之後是點點點的，那個意思就好像你在這個空間那裡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，那我們現在就在這裡走走，讓我們有這個小休片刻的時間。